然躺在老公腿上看看他是什么反应。神情笑有人盘点猝不及防的秒懂瞬间。我被挤死了，下次还敢吗？你好好说话。我错了，我说我都好了。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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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哪都错了。真的爱上了阿强，那你憋不住了，不来事儿了，我拉肚子。啊，那进来吧。人家看什么呀？准不准？不准，不小心。哎，你看我有几个幺儿？你有一个幺儿。你咋错了？俺家两个幺儿。你是两个幺儿，俺那老公就一个，就一个。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哎，嫂子啊，哎，干活呢啊啊，给我拿力群，还老样。力群好啊，你抽啥？我也抽力群啊，两盒。两盒力群好。嗯，好，今天晚上嫂子今天真漂亮。哪天不漂亮？身材这么好，晚上一起去健身。算了吧。哎，你这人，你说这玩意儿干啥？就是出去。那草不好意思，我那朋友他平常脑子不太好。没事，我哪有那么小气。那个真的，这真不好意思，他平常不这样，不知道今天咋的了。没事，这两盒烟就当我请你和你朋友抽了，拿走吧。不，那好吗？这没事，拿着吧。那我先拖地了啊。啊，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好嘞。哎，我在这儿看你钓鱼钓了这么半天了，也没见你上来一条鱼啊。你经常在这钓鱼吗？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呀？嗯。需要费498哦，那得费老大劲了才能拽出水面吧？大概5分钟。哦，老婆，你连1.8米都没有啊？高了，空高。刚才我告诉你，你要觉得俺不合适，直接说，没必要在这里太守顺我吧。得啷个都怪呀啦！你还有下次，我直接跟你妈妈说的啊。你到底啥时候生？不知道。你到底啥时候出来？还不知道。这样事儿的呢？都有招。啥招啊？嗯。不是啥好笑，吓人不？疯了？你没听过吗？有助于那个生产。我怕他攥住。滚！中大的谢红梅博眼去，生北京长，一分钟100000。滚！你可拉倒吧！现在哪有3块钱一包的烟了啊？不行，受不起了。什么3块钱？你顶多挣2块钱，你。太软了，比我家香太多了。那必须虚的，我的床垫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你在外面，你动它，我你没有反应，反应吗？我家，哎呀，我家那老弹簧子老难受了，住的。但我不感觉你跟我姐住有点浪费了，有点这床垫，真得劲儿。姐，嫂子，哎，你干啥去了？我买菜去了。不看没事。哎呀，不看了，快点我看看。我想到家里没什么菜，我加个汤。嚯、哦，这什么呀？黄瓜还茄子？啊，我喜欢吃青菜。嚯、哦，那老公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妹妹她生了。卷卷生了？啊。男孩女孩啊？男孩。男孩好，男孩我喜欢。我给我妈打电话。喂妈，卷卷生了，男孩。喂姐。那个卷卷生了，对对对，男孩。喂，老婶儿，卷卷生了，男孩好，哎，对对。不是，那我妹妹生孩子，咋比高兴成这样啊？咋？我不替妹妹高兴，妹夫高兴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故意摸妹妹的中指。Bye.
去哪儿？